在介绍了呃、uh,，where、when 跟 how 之后呢，why 之后，我们来看看这个就是 how 了。剩下来这个就是疑问副词 how。那么老师也特别跟你标明了，它通前面呢通常没有很明显的什么先行词。什么叫没有很明显、没有很明确的先行词呢？看一下例句，第一个，This is how the riot happened。这里的 riot 指的是呢暴动、暴乱的意思。这个呢就是 how。 How 呢？我们说一般来讲，我们说 How do you like it？你喜欢它吗？你多喜欢它呢？How 是问程度，甚至于 How 呢有什么问方法？How do you fix it？How do you fix it？你是用什么方法来修理这个东西的？How do you fix the radio？你是如何修理这一台收音机的？How 也可以问方法。 所以，好，其实它代表的东西很多，有手段啦、啊，有方法啦，吼、哦，有目的啦。所以，其实因为它代替的东西很多，不是那么明确，所以通常呢，它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先行词。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从前后文的句子知道，暴动发生这个呢，就是暴动发生之所以会发生的它的什么？哎，它的一个。 嗯，应该讲样子吧。它发生，它发生成，呃，就是这个暴动呢，衍生出来、演变出来的那个样子，嗯，变成那个样子哦。所以同学要特别注意，一下，当没有明确的先行词的时候呢，请从前后文、前后文呢来知道。 来判断它应该是要是怎么样翻译的哦。不过老师呢在讲义上呢，老师写的这就是发生暴动的原委。对了，什么叫原委啊？诶，有什么因就有什么果，对不对哦，它为什么呢？暴动会这样子的来产生它的原因、理由、原委是什么？所以在这里用的 how，你要知道它代替的是什么。再来看一下第二个，this is the way。way 也有好多种解释，对不对？way 可以解释成。 最简单的就是道路，way 呢也可以解释成方向，也可以解释成方法，也可以指成样子什么的样子，对不对？有好多种不同的解释，我们也可以从前后文来知道了。看一下，This is the way，这里要你填一个关系词。那么这个关系词所引导的这一个形容词词句呢，是来补充说明这一个先行词的。它到底是马路、方向还是方法？来看后面。 He solved the problem. 他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当然跟马路没有关系，跟方向也没有关系。解决问题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就是他如何解决问题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就要我们说了，表示方法、表示手段、目的都用什么？How？但是在这里，你如果写上 the way how。 那你就错了，为什么？因为我是我刚才告诉你啊，how 它通常没有明确的先行词，但是当它有明确的先行词一个名词写出来的时候，你不能用 how，你必须要用 that。the way that 记得喽，how 没有明确的先行词，像这里一样 how，对不对？前面的先行词我说过，how 可以代替的东西太多了，它没有明确的先行词。如果很明显的写出 way 方法。 我们用的关系词是 that，那么这里的三个字 the way that，你如果不写三个字，你可以直接用 how 来表示就可以了。哦，所以一开始我们告诉你的关系副词的那个表格里面，我们告诉你先行词的地方是没有的时候呢，关系副词会用到 how，就是这样子的原因哦。所以这个句子你可以说 This is the way that he solved the problem，或者是 This is how he solved the problem。 这里的 “how” 代表的就是方法，就是这个 “way”。但是记得明确的写出先行词的时候，关系代名词只能用 “that”，哦，用 “that” 或者是用 “which”，你千万不能够用 “how”。如果用 “how” 的话，你必须要把 “the way” 去掉。这个同学，请你要特别注意一下。好，这个是我们讲到呢四个关系副词，这四个关系副词的用法呢，其实还是以先行词而定。那不要忘记喽。 关系代名词具有连接词加代名词的功能，那么同理可证，关系副词就具有连接词加上副词的功能了。副词在英文里面代表那些独特的意思，那么场所啦、时间啦、理由啦、一些方法，这些都是副词的概念，所以它叫做关系副词。好，来看看，注意，老师要特别提醒你一下，关系副词它的用法，我们说关系副词的先行词啊，通常是可以省略掉的。 通常是可以省略掉。诶，为什么可以省略掉？其实很远，这个理由呢很简单。我们知道，在一个英文句子里面呢，常常有很多东西可以省略，是因为诶，大家都知道了。什么叫大家都知道？我们说用到关系副词 where，where where, 在疑问词里面，它问的是地点。所以 where 这个关系副词，它的前面的先行词是不是就是一定是地点？对呀、啊，一定是地点。那既然一定是地点，我们可不可以省略？可以。 When 当时呃疑问词解释成什么时候是指时间，所以我们在关系副词的时候，when 这个关系副词前面的先行词也一定是时间。既然一定是时间，那省略掉吧，因为太多余了。讲了解吗？所以为什么告诉你呢？关系副词它的先行词通常都可以省略掉，为什么？因为它很多余，因为呢大家都知道，所以把它省略掉了。来看一下这个句子。 星期二呢是乐色车来的日子。好，你们家呢附近乐色车是什么时候来呢？我告诉你，星期二啊是乐色车来的日子。好，星期二是一个时间呢、哦。星期二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日子，什么样的日子哦，乐色车来的有没有看到？又来一个的。好，乐色车，主词来，动词有主词有动词叫子句。 整个大句子里面再来一个主词，再来一个动词，叫做子句。子句后面来一个的，形容词，对不对？有一个的表示形容词嘛，那就是形容词子句。形容词子句关系代名词引导，哪一个关带看这里，星期二是时间，日子也是时间，星期二就是这一个日子，就是这一天、啊。而时间前面先行词是时间，当然用的是什么？当然用的是 when，对不对？好，所以呢，星期二写下来。 Tuesday，星期二呢就是这一天喽。The day，就是这一天，什么样的一天呢？哎，为什么用 the day？因为这一天有没有限定啊？有，在这里是限定，乐色车来的那一天。中文没有的。 中文看不出来有的，对不对？但是我说过，这个的叫做定冠词，表示限定，不管是限定时间呐、啊、限定人呐、啊、限定地点呐、啊，只要是表示限定，这个的呢，常常会出现在一个名词的前面。所以 Tuesday is the day，礼拜二就是这一天，哪一天呢？哎，时间写下来，记得这里又有一个主词，又有一个动词，赶快告诉自己，这里要一个连接词，可以连接词又可以代替什么？代替前面的。 时间对了，哪一个呢？When，When When the 垃圾车叫做 garbage。哎，垃圾车不要讲成 garbage car，对不对？垃圾车如果长得像 car 那样小小的，那它一天要跑几趟啊，对不对？哈、哦，垃圾车就是大台像那种卡车的，所以呢，不是 garbage car，而是 garbage truck。有没有啊？ truck 叫做卡车，那当然了，他写 garbage truck，你也不要翻译成乐色卡车，这样好像好像又有一点呢，怎么样，画蛇添足？你记得，反正乐色车的车型就是那么大一台，像什么 truck，像卡车一样，所以乐色车叫做 garbage truck。所以呢，Tuesday is the day when the garbage truck 怎么样，comes？特别注意喽，你前面如果用的是单数。 Truck 是单数，你后面的动词就要相配合一下，用单数动词加上 s，有没有看到？那么我们刚才告诉你的，会用到，会用到这个 when 关系副词，它前面的先行词一定是指时间。既然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告诉你的，它的先行词通常都是可以省略掉的，通常都是可以省略掉的。所以这句话。 Tuesday is the day when the garbage truck comes。我们也可以讲成，Tuesday is when the garbage truck comes。这句话你要看得懂，尤其是当他把 the day 省略掉的时候，同学会觉得莫名其妙，说：“哎，礼拜二是什么？礼拜二是什么？”更糟糕的是，他还把 when 翻译成“当什么时候”，那整句话从头到尾你会看不懂哦。要特别注意，when 前面一定是指时间，既然知道是时间，省略掉。 你要知道，它这里省略掉一个东西，所以星期二啊，就是呢，垃圾车会来的那一天，会来的日子，这样懂了吗？好，这个同学要特别注意一下，再来多练习一下呢，这样子的用法。来看一下第二句喽，晚春，晚春，我们说春天嘛，一个季节，春夏秋冬，一个季节有三个月，所以晚春呢，就是要接近夏天的时候了。晚春呢，是这里雨季开始的时期，有没有看到主要子句出来了？ 晚春，就是呢，哎，这个时期，晚春就是这个时期，什么样的时期呢？还是一样，形容词短句找出来。这里雨季开始的时期，这里雨季开始的时期，有没有看到？这里又来一个什么什么的雨季 （rainy season） 开始。 Begin 有没有看到？有主词，有动词，还来一个地方副词摆在这里，有没有看到？所以它是一个子句的概念。子句里面又加了一个的，还是一样具有形容词的特性。它是放在谁的后面来修饰？放在时期、时间的后面来修饰。既然是修饰时间，那用的是谁呀、啊？用的是 when 哦，对不对？用的是 when。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晚春叫做 late spring。 Is the time？哎，时期叫做 time，它可以解释成短的啊、哦，范围时间范围比较短的时间，或者时时间范围比较长的时期。Late spring is the time。晚春就是这样的一个时期。什么样的一个时期呢？看到前面时间，时间后面代替时间用 when。然后呢，雨季叫做 the rainy season。 下雨的季节，然后开始的时候，begins，这里写上一个 here，有没有看到形容词短句出来了？还是一样，用这个关系副词来做引导。那么我们知道 when 代替的就是时间，所以同样的这个 the time 可以省略掉，形成了所谓的 late spring is when the rainy season begins here。 好，省略掉喽，要看得懂哦。好，要看得懂哦。晚春就是呢，在这里雨季开始的这个时期。再来看一下第三个例句，这是我早出发的原因哦，我出发的理由。这个呢，就是理由。来看一下，这是这样子的理由，什么样的理由？哦，我早出发的理由有一个主词。 我有一个出发动词，有没有看到？还是一样。所以呢，老师在做这几个整句翻译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它是其实是同样类型的句子，有没有？哎，头尾有一个主要子句，头尾有一个主要子句，然后呢，中间来一个。 什么有主词有动词的这样子的加了的的一个形容词词句啊？不要忘记，这是中文的表现方法，在英文里面要先把主要词句要表达的先想清出来。那么在这里的我早出发的是来讲理由，是来表明理由的，所以记得在英文里面它是要放到后面去，放到后面去。好，把理由写下来。This is the reason. This is the reason。这个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理由。什么样的一个理由呢？看到 reason 后面填谁？The reason why 有没有？The place where, the time when, the reason why。reason 是表示呢原因、理由。问原因，是用 why 有没有？我们刚才有举例啊。Why are you so late? Why were you so late? 你为什么会迟到？对了，问原因、问理由，不是用 why 吗？所以 the reason why，然后呢？ I left early. I left early. 那在这里呢，要特别注意一下，同学，我们说的 the reason why 我们可以把 the reason 省略，形成了 why，所以这里可以讲成 This is why I left early. This is why I left early. 哎，讲话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这样讲。 This is why. This is because. 这是因为什么？This is why. 这就是为什么？有没有？对的，这个口语化常常用，同学要特别注意，在 this is why 或者是 that is why 的中间，其实省略掉一个先行词，叫做 the reason。但是这个句子很特殊啊、哦，这句话很特殊。这句话其实有三种不同的讲法。 当先行词为 reason，后面的关系副词为 why 的时候，其实它有三种表现方法。我们可以把 reason 省略，也可以不省，全部讲出来。甚至我们可以把 reason 保留，把 why 省略，把 why 省略。所以这句话有三种说法。来看一下，第一种全部讲出来，reason 跟 why 都讲出来。This is the reason why I left early。第二种把 the reason 省略。 This is why I left early。第三种，This is the reason I left early。对，也有人这样讲，因为理由，理由就表示什么呀？哎，就是用 why 来代替。所以这里 the reason why 要特别注意，两个都写也可以，省略掉 reason 也可以，省略掉 why 也可以。 哦，要省略的时候一次省略一个哦，不要通通省略掉哦。你通通省略掉，讲得太精简的话，没有人知道你在讲什么东西哈。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所以呢，在关系副词前面的先行词，因为语义很明确，所以这个先行词呢是可以被省略掉的。常常在英文句子里面，不要说英文句子，我们中文句子也是一样了。我的鞋跟你的一样，跟你的什么一样，而不是说我的鞋跟你的头一样。如果比较的对象不一样，我一定会讲得很清楚。 我的鞋跟你的头一样大。如果你真的要这样比的话，可是没有人这样比的，对不对？我的鞋一定是跟你的鞋一样大，所以那个鞋大家都知道比的是鞋，所以就把它省略掉了。为什么会省略？因为是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它省略掉。在这里的状况也是一样的。 好，下面一个重点，我们来看看喽。我们说呢，虽然我们讲的是关系副词啊，譬如说 where、when、呃、why、how 这样的关系副词，但是呢，that 这个呢很多事的家伙，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 that 呢，有时候也可以作为关系副词，诶、哎，它可以代替，对不对？我们说在关系代名词的情形里面，我们说先行词为人，主格关代可以用 who。 先行词为事物或动物，主格冠代用 which，但是呢，如果通信人、事物、动物都不分的话，就可以用 that。你看 that 常常来代替别人，对不对？所以 that 除了可以代代替关系代名词之外，它也可以怎么样？也有时候也可以作为关系副词诶，所以 that 它除了代替啦 who 啦，代替 which，它也可以代替 where，代替 when，代替 why。 通常呢，代替婚的情形比较多。通常代替婚的情形比较多。你说老师，为什么他代替婚的情形比较多？就是你在讲话的时候，常常会来代替婚的比例比较高。那为什么他的比例会比较高？说实在的，谢老师也不太清楚耶。为什么？因为你来问我，你问我这个理由，就相当于问我说，谢老师，为什么我们事情做不好，或者乐透买乐透没有这种叫共沽呢？ 哎，这个我也不太知道哎，但是还是一样哦。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共估这个词汇是怎么来的，但是你只要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会用就好，对不对？我们不用去追究，你也不要标新立异，打的跟人家不一样。你说你要打乌龟，我偏偏不打乌龟，我要打别，可不可以？当然不行，因为没有人听得懂，这样了解吗？所以呢，为什么 that 当关系副词代替 when 的情形比较多呢？这、就是一个怎么样？哎，讲话的习惯。 比例的问题，所以同学呢稍微记一下哦，代替换的情形比较多。这个时候呢，that 它是可以被省略掉的，也可以省略掉哦，它可以来代替，其实它也可以省略。那是不是所有的状况都是可以省略，还是有些状况才能省略呢？我们来看下面的例句，后面的例句呢，老师会一一来做介绍。 来看看黑板上的第一个例句，我们来看，我几乎不记得跟他头一次见面的日子。好，来看一下主词，如果是主要主词，如果是我的话，那动词是呢？记得吗？不是，不记得吗？也不是，几乎不记得就是快要不记得意思，介于记得跟不记得之间哈。所以呢，在这里有一个几乎不这一个字，来，我们来看看呢，等一下应该要用什么？我们先把这句话呢呢主要子句找出来，主词是我。 动词是记得，那它当然配了一个什么否定字啊？否定字,、哦、否定字几乎不怎么样，在这里。然后呢，记得什么？记得他不是？记得要见面吗？当然也不是，是记得受词在这里日子。好，所以呢，我们先把这个主要子句呢，先把它写下来。这句呢，老师写在这里啊、哦，我们就只先写主要子句的部分就好了。好，I。 Remember，我记得这样的一个日子，the day。哎，这句话呢跟我们给你的题目不太一样，它是几乎不太记得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加一个副词进去，几乎不怎么样。我们可以加一个 little，little little 在这里是副词。little 呢，我们说当形容词可以解释成东西很小，那么当副词的时候可以解释成几乎不怎么样哦，很少。 时间很少，那也是几乎不怎么样的意思。所以这句话叫做 "I remember the day little"。好，我几乎不记得这样的一个日子。那么，同学你来看一看哦。我们说呢，什么样的日子呢？来看一下，跟他头一次见面的有没有看到？这里来一个什么什么的形容词子句。那这个形容词子句是来补充说明谁呀、啊？ 是来补充说明日子，the day。既然是补充说明他，它是不是要紧跟在它的后面？因为呢，你如果把这个子句放在这里，人家会以为你修饰的是这一个 little，对不对？有没有办法可以让后面的子句紧跟着 the day？那你这样想就知道了，the day 的后面要紧跟一个子句，所以这个 little 一定要换位置，little 一定要换位置。 little 叫做几乎不怎么样，或者是很少少到几乎没有。我记得这个日子的什么的几率啊，少到几乎没有，那就是几乎不记得。所以它是一个什么字啊？little 它是一个否定字。我们在否定的那一个章节里面有提到其中的一个否定字。什么叫否定字啊？就是一个字，一个英文字给你，它本身有否定含义。譬如说像 never。 Never 叫做绝不、从不；seldom seldom sel 叫做不常；hardly 哦、oh,，hardly 叫做几乎不。那在这里的 little 也是几乎没有、几乎不的意思。然后它本身有没有或者不的含义在里面，它是否定字。所以呢，我们刚才已经谢老师已经告诉你了，在这个 day 的后面要来补充说明，所以只好把 little 搬开。那么因为 little 是否定字。 否定字拿到句首去的时候呢，同学要特别注意一下。来哦，我们要把它搬开，但是搬呢有它一定的道理，不能乱搬一通，想怎么搬就怎么搬，不行，要按照它的规则来。好，little 我说过，它含有否定含义，几乎不或者是不多的意思。有否定含义的字呢，拿到句首来。我们来看看这句话应该怎么写，它不能放在原来的位置，但是呢，否定字我们可以放句首。 那么否定字放句首的时候呢，它有一个重点要特别注意的哦，如果不该放句首的否定字拿到句首之后，后面要用的是倒装句。什么叫倒装句啊？问句句型就是一种倒装句。什么叫问句句型啊？You are a student，改成疑问句叫做 Are you a student？这个 Are you 就是一种问句句型。 它就是一种倒装句，本来应该主词在动词前面，它改成 are you，动词在主词前面，是不是颠倒过来了？颠倒过来就是一种倒装句。再来，you go to school by bus，你呢搭公车上学？如果改成疑问句，叫做 do you go to school by bus？啊，同学要、啊、特别注意哦，一般动词跟 be 动词不一样，be 动词可以拿到主词前。 一般动词能不能拿到主词前？You go to school，改成 Go you to school，诶，那就有点难听了，对不对？哈、哦，所以不行的。一般动词呢，它不能直接拿到主词的前面，要用助动词加主词加原形动词。所以呢，You go to school by bus。我问你，你是搭公车上学的吗？变成 Do you go to school by bus？Do you go to school by bus？所以呢，其实所谓的倒装句型，它的其中一种句型是。 它虽然不是一种问句，但是它用的句型是问句。什么叫问句句型？如果是 be 动词的话，be 动词拿到主词前；如果是一般动词的话，一般动词呢前不能拿到主词前，要用助动词加主词加原形动词，记得咯，助动词加主词加原形动词。所以你来看看这里，我们已经把这个 little 拿到了句首。 Little 拿到了句首，整句话的动词叫做 remember，它是一般动词。否定字不该放句首的否定字放到句首后面要倒装句。这句话又出现一般动词，一般动词跟刚才我们举的例子 go 一样，不能拿到主词前面，所以要用助动词。现在式的话，我们就用现在式的助动词叫做 little，助动词加主词加原形动词。 有没有看到助动词加主词加原形动词？所以呢，记住否定字放到句首来。然后呢，这里用的是所谓的倒装句的句型。这样子，我已经把 little 拿到前面去了，所以后面是不是可以紧跟着修饰它的子句？可以的。好，little do I remember。remember 什么？remember the day。 好，oh, 整句话就形成了这样的句子。其实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要把 little 拿到前面？因为方便，方便后面来一个形容词子句，有没有？好，跟他头一次见面。好，跟他头一次见面呢是过去式，所以我们用的是什么？我们用的是过去式的 met，我们用的是过去式的 met，所以这里的 the day。 前面是时间，前面是时间，本来应该用什么？前面是时间，本来应该用 when，对不对？对了，我们可以讲 the day when。当然是呢，刚才告诉你的重点呢，先行词是 the day 的时候呢，其实关系副词我们也可以用 that 来代替，我们可以用 that 来代替，甚至用 that 来代替的时候还可可以怎么样？干脆把它省略掉，有没有？哦，刚才呢在重点里面我们都提醒你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用 that 来写。 That I first，我头一次，在这里的 first 是副词哦。I first m a t t e r 好，这个呢，形容词短句呢就出来了，这个子句就出来，来修饰它，哦，来修饰它。所以同学要特别注意一下。那当然，这个记得了，主词是 I，动词是 met，first 是副词。 所以你可以讲 I met her first 也可以，I met her first 也可以。那么在这里的 that 老师帮你标上，其实它是等于 when 这一个关系副词，这个关系副词。所以你可以发现呢，我们这个要修饰的部分就紧跟在这个先行词的后面了。所以为什么句型要做变化？其实因为方便衔接后面补充说明的这个子句。 所以这样子的用法，请同学要特别特别注意一下。虽然这里出现了助动词加主词加上原形动词这样子看似疑问句的句型，但是它并非疑问句，它只是一种否定字放句首的倒装句。所以，当一个句子可以这样说，可以正着说。 可以倒着说的时候，该用哪一种？你要看看它后面有没有衔接对象。如果后面没有衔接对象，那么我们很简单，用这样子最基本的主词加动词的方法就好了。如果还需要补充说明，这里的 the day 为了紧跟着它，所以 little 这个障碍物要把它搬开，对不对？搬开的话，要搬到它适当的位置。哦，你不是把它丢掉，或者随便乱乱挪一个位置，不是哈？我们可以拿拿到句首，那么拿到句首，记得句型要做变化。 好，这个句子呢，我们就讲解到这里哦。好，再来看看第二个例句。我不喜欢他说话的样子。这句话的主轴在哪里？我不喜欢这个样子。我不喜欢这个样子，什么样子呢？哎，他说话的样子。有一个他，主词；有一个说话，动词；再来一个的，有没有？是补充说明样子的。所以我不喜欢这个样子，叫做 I don't like。 I don't like the way，我不喜欢这个样子。好，这个是呢我们要的主要子句。我不喜欢这个样子，什么样子呢？他说话的样子。好，我们如果指的是一般。 他讲话的时候，我都会不喜欢。那我们就用现在式来表达。可是你如果要提到说，哎呦，他昨天讲话的那个样子，我一点都不喜欢。要讲强调昨天，所以你用过去式。那么在讲义里面呢，我们指的是一般的状况，我们用现在式来表示，还是一样。The way，前面有 the way 的时候呢，我们都用什么？The way，how 吗？不是，the way 一定要配 that。对了。 The way 一定要配 that 而不能配 how 哦。但是呢，你知道的，记得 that 呢，我们还是可以把它省略掉，然后变成 I don't like the way he talks，用现在式表示一般的状况。只要他讲话，我就不喜欢了、啊、哦。看他那种嗯，是、呃、怎么样自吹自擂呢？自夸的方式我一点都不喜欢。I don't like the way he talks。这里的记得了我们之前讲过，先行词是 the way，不能用 how。 哦，oh, 先行词 the way 的时候只能用 that。那么这个也 that 呢，是代替关系副词的 how，而且它也可以省略掉。所以你同学，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惯用的说法来记。他说话的样子叫做 the way he talks，那么他走路的样子就变成 the way he walks，有没有？ 对了，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惯用的说法。当你要提到不喜欢什么人的样子的时候呢，只要稍微换一下其中的一个字，就可以举一反三，就可以拿来灵活运用了。好，在这个部分呢，我们是提到关系副词可以用 that 来代替的状况啊。Oh, 好，再来下一个重点，我们说呢，关系副词，关系副词的 where 跟什么？ Where 跟 when 也可以用于非限定用法。一想到非限定这三个字，如果想不起来，同学你可以把它换成补数哦。补数用法，什么叫补数用法？所谓的补数就是补充叙述嘛，它不是来限定人家的，它只是呢把整句话讲得更清楚。所谓的补数，既然是补充说明，不要它也可以吧。 哎、欸，不要它也可以啦。妈妈说呢，哎、欸，怎么样，炖个补给你吃吧。哎、欸，炖补给你吃，让让你更强壮。不吃补有没有关系啊？不吃补会不会危及生命？应该不会吧，哈、哦。所以呢，基本的三餐有吃啊，身体有顾到，哎、欸，营养有吸收，那你就不需要补了，啊、哦。 那么呢，要吃补是因人而异。你要更加强壮、更加茁壮，我们就来吃个补吧。可是不吃补不不吃补品的人，也不一定就表示他不会健康茁壮，对不对？所以所谓的补数用法，就跟我们的补品是一样的。你有加上去，诶、欸，可能呢让你的身体或者让整个句子有加分的效果。可是你不讲，其实也没有关系的哦。所以呢，要特别注意的是，不是每一个关系副词。 都可以有补数用法，要看一下前后文。所以呢，一般来讲会用在补数用法的，也就是非限定的呢，是 where 跟 when 哦，where 跟 when。为什么？我们可以把 where 指的是地点，我们可以把一个地点呢补充说明的更清楚，或者把一段时间补充说明的更清楚。譬如说，接下来的这两个例句来看一下。 好，第一个例句，同学来看哦。She moved to New York。她搬到纽约去了，她搬去纽约了。搬到什么地方叫 move to？记得 move 就是搬家的意思。当我们提到搬家的时候，千万不要讲 move a house，那很恐怖哈、哦。 Move 本身如果指人的话是移动，如果呢，我们也可以讲什么人搬到什么地方去，用 move to 加上地点就是搬家了。 千万不要按照字面的意思写 move a house，那很恐怖了哈！你又不是哎，你又不是寄居蟹或者是瓜牛，你要走的时候连什么，连你的壳一起带走，不是这样子的哈。好，所以在这里的 move to 加上地点，就是搬家搬到哪里去的意思。She moved to New York，她搬到纽约去了。来看一下，它这里加了一个逗点，老师把它标得更清楚、更仔细，加了逗点了。 对了，加逗点是不是呢？怎么样？只是补充说明用的，不是来限定哦，是补数补充说明用的。好，这里的 where，哎呀，只要同学记得 where 永远是指时啊、呃，什么、啊、不是时间，讲错了。好，where 永远是指地点，所以在这里它不是地点，它是动词，也不是地点，是什么？地点是纽约咯。所以它一定是指这个地点。所以呢，他搬到了纽约去。那么在纽约，记得。 Where 指的就是这个地点，在这个地方，在纽约呢。She opened a boutique，她开了一家精品店，她开了一家精品店。而、哦、这个很清楚知道，Where 是指什么，对不对？是指什么对象？它代表的是什么？再来第二个，I was taking a shower。你知道，我们常常会用到这样的一个片语，用 take 加上 a，、呃、再加上一个动作的名称。 表示你在做什么动作？Take a shower 叫洗澡，take a bath b a t h 也叫洗澡。Shower 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叫做什么？阵雨，下雨下的很大。我们说呢，哎，夏天的午后常常会来一场雷阵雨，对不对？阵雨叫做 shower，连蓬头淋浴也叫做 shower，很像吧？我们说下了什么？午后下了一场雷阵雨。 这个阵雨一定是大的，绝对不会是那种毛毛细雨，不是哈、哦？所以你看到看了那种阵雨那么大的一场雨下来，是不是像莲蓬头的水一样，莲蓬头里面冲出来的水一样呢？也是呢，怎么样？哎，气势蛮磅礴的，对不对啊、哦？所以呢，shower 这个字才会有阵雨跟淋雨两个解释。所以记得 take a shower 一次一定是拿莲蓬头的，那 take a bath 就是我们讲的盆浴啊、哦。记得 take a 加上。 名词代表从事一个活动，所以我们说 take a rest 其实就是 rest 休息的意思，有没有？take a walk 就是 walk 走路散步的意思。I was taking a shower，哎，我用的是过去的进行式，有没有？was 加上 ing，过去进行式，我们可以这样翻哦。那个时候啊，我正在洗澡。那个时候啊。 我正在洗澡，I、不管 take a shower 或者 take a bath，翻成洗澡就好了。你不一定要翻成那个时候我正在拿莲蓬头洗澡，好像有点怪，对不对？哈，那个时候我正在洗澡。过去进行式，记得我们不需要加时间，看动词的时态就可以代表它动作是在什么时候做的。哦，那个时候已经过去了。那个时候我正在洗澡。When。 when 指的是哪里呀、啊、？when 指的是我吗？还是 when 指的是洗澡？不对，when 代表的是时间，when 就是指前面讲的这一个动作的时间，就是。而正当我在洗澡的时候，你这样翻哦，那个时候我正在洗澡。而正当我在洗澡的时候啊，怎么样？The lights went out。诶，不是电灯跑出去了哈。如、哦、果主词是人，人 go out 叫做某人出去。 电灯呢？Go out，过去式 went out，叫做灭了，熄灭了。所以整句话呢，其实可以很流畅的翻译下来。那个时候我正在洗澡，就在我洗澡的时候啊，灯都灭了，灯都熄灭了。有没有看到？哦，你要知道这个 when 它的基本含义是什么。所以呢，连贯前后文，你就可以知道它指的是洗澡的这个时间了。好，所以呢，它都是。 会尔跟混這样的关系副词都是可以放在逗点之后，当做所谓的补数用法，补充说明用的。不讲这句话哦，前面这个主要子句还是很怎么样，很清楚的。加上去之后呢，就更加详细了。好，那么呢，所谓的关系副词呢，我们就解说到这里。在第四个小节里面呢，我们提到的关系副词里面，也告诉你很多用法，什么可以省略。 或者什么可以代替？这个同学，请你务必要记清楚，因为它很好用，而且关系副词的用法是在初级英文里面，也就是在国中里面你所没有学到的，纯粹是高中全新的东西。这个同学，请你要特别注意一下。那么，除了关系代名词，除了关系副词，另外在第五个重点，在第五大点里面，老师编列了一个这样子的教材，叫做复合关系词。什么叫复合？ 来看一下，现在有时候电视的广告了，或者是你家信箱里面收到的那种文宣 DM 有没有哈？那广告上才会常常会有一种广告，它告诉你是，哎，复合式家具。什么是叫做复合式家具啊？哎，就是按照你家里的需要，你家里的墙壁是一大片的，或者你家里的有一个角落呢需要做一个家具，或者你家里的墙壁是斜着的，你要按照你们家的环境来定做家具，做什么？ 组合式的家具哦，按照你家的环境来呢做定做需要的家具，这样组合式的家具呢，我们就用一个复合式家具来表示，对不对？所以其实复合就是组合的意思哦。原来这个关系词啊，所谓的复合关系词是组合而来的。 那是什么跟什么组合而来的呢？其实它分成两大类。首先看第一类，它是关系代名词加上 ever。不要忘记了，关系代名词我们学了什么？有 who 啦，有 whom，有 which，对不对？这些都是你学过的关系代名词，不要忘记了哈。那么关系代名词呢，在后面加上一个 ever。所以你们看，发现什么叫复合啊？就是关系代名词跟 ever。 组合在一起，既然它本身所代表的字就是组合，它代表的意义也是组合而来的哦。来，我们来看看它是用什么字组合而来的。首先来看第一个，whoever，whoever，who 叫做什么？谁？好，who 呢代替的是人，ever 我们中文呢把它加起来变成不论是谁，不论是谁，它等于什么？anyone。 Anyone，任何一个人。那么呢，有看到任何一个人？诶，当然指的是 who 喽，有没有？前面 anyone 连在一起的哦，指的是人。后面关系代名词当然用 who，当然用 who。好，再来看一下 which ever。我们先看这边的哈，which ever w h i c h 指的是哪一个？ 我们讲义上是这个写完再写这个哈，不过呢，老师在这里呢，希望同学先看一下这个东西。为什么？有的同学说，老师，你这里为什么可以连在一起？你这里为什么分开？写错了吗？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两个都是对的。好，合在一起的 anyone，anyone，重音在第一个音节。anyone 指的是人，有没有？anyone 就是 anybody 的意思，任何一个人。既然是指人的话。 官代才会用 who 嘛，官代才会用 who。好，再来看这里，whichever，which which 指的是哪一个东西，是指物品，它等于 anyone。同学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 one 代替的只是一个单数名词，它代替的是一个单数名词。老师老师写在这里哈，它代替这个 one 代替的是单数名词。 同学可以自己在讲义的上面呢，把这个笔记呢怎么样补上去？名词老师就用 N 来代替，它可以代替单数名词，有没有？我说呢，哎，我去买什么？哎，我到店里面去买一件洋装啊。我说我想买一件洋装，那到店里去呢，哎，店员拿了一件洋装给他给我看了我说哇，这件洋装上面的洞太多，有没有大洞小洞都快变洞洞装了？我就告诉那个店员说，我不喜欢这一件。 I don't like this one。这里的 this one 不要翻译成我不喜欢这个人，不对哈。我是要买洋装，跟店员没关系哈。我不能跟店员说我不喜欢你这个人，所以我也不喜欢这个洋装，不是。I don't like this one，就是 I don't like this dress 的意思。所以 one 可以指一个东西。哦，那为什么我讲 I don't like this one？因为我在讲话的时候，我跟店员都很明确知道这个 one 指的是什么，就是 dress。 对不对？他拿了一件洋装给我看，我看过之后，我拿着洋装告诉他，我不喜欢这一件，当然是这一件洋装了。所以当大家讲话的跟听话的人都知道所讲的对象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可以用 one 来代替单数名词。那当然，如果是复数名词的话，就变成 o n e 加上 s 变成 ones 了。这样同学很清楚吧？啊、哦，所以这个同学要特别注意。所以在这里合起来的 anyone 一定是指人。 Anyone 这里 one 指的是代替的是单数的名词，它指的是一件事情或者是一个物品，所以在这里的 anyone 指的是任何一个东西，任何一个东西。所以呢，你看等号，我们说一个东西会相等，它的嘛，它所代表的意思一定要一样。所以会去指的是东西等于 anyone 任何一个东西，可是呢，它这样的意思再加上一个 ever，还有另外一层的意思叫做。 不论是什么东西，不论是哪一个东西，不论是哪一个东西，好，不论哪一个。好，回过头来看这里，我们说 who 跟 whom 最大的差别在哪里？who 是怎么样？主格官代，主格官代后面加什么？来，主格官代后面加的是动词。那么 whom 同学很清楚，w h o m，whom 在这里。 whom 是受格官带。受格官带后面呢一定是加什么？受格官带后面加的是主词，还有动词，有没有看到？好、哦，主格官代它本身就是主词了，所以后面是跟动词。那么在这里呢，whom 是受格官带，后面加主词加动词。那么为什么老师把 whom 后面的 am 挂号起来呢？因为老外在讲话的时候，尤其是美国人，美国人常常在口语在讲话的过程当中，他会用 who。 来代替 whom，他会用 who 来代替 whom，这是同学你必须要特别注意的，所以老师才把 m 给它挂号起来哦。那 whomever 就是不论是谁，其实这两个的中文解释是一样的，只不过它的什么，它代表的它的位置不一样，它是主格，它是受格哦。我们说了，加了 ever 是。 关系代名词加 ever 变成复合关系代名词，所以关系代名词有格的差异，有主格、所有格、受格的差异。那么呢，复合关系代名词啊、哦，复合关系词也有这样子的差异，这个同学要特别注意一下。好，剩下最后一个叫 whatever，what 指的也是东西，它等于 any that, anything that，anything that 是不论是什么。 这个叫做不论是哪一个，这个叫做不论是什么东西，不论什么，意思上是有点差别的。虽然我们一般来讲呢，怎么样？一般来讲呢，用到 which 或者是用到 what，在问事情的时候，其实它有一,一点点差别。比如说，我说 What do you want? What do you want? 你想要什么？我没有限定范围，我只告诉你 What do you want? 诶。 今天晚上你要吃什么？What do you want？你想要什么呢？我没有限定范围。但是如果妈妈桌上摆了五样东西，问你 Which do you want？你要哪一个？这时候就是有限定范围的，懂了没？所以 Which 跟 What 其实都可以来问事物，只不过一个是有限定的 Which，一个是没有限定，只问你纯粹问你你自己的喜好，你想要什么？好，所以呢这样子的。 哎，用法，因为它是复合的，所以你要知道它代表什么含义。中文再加了一个 ever 啊、哦，这个呢关系词后面加了 ever 之后呢，我们中文常会翻译成不论怎么样，它的范围是比较大的哦，范围是比较大的。接下来我们来再来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复合关系词。 好了，除了关系代名词加上 ever 可以形成所谓的复合关系词之外，复合关系代名词，那么关系副词其实也有这样的功能。来看一下，关系副词 whenever，wherever，一看到就知道 when 代替的是时间，where 代替的是地点，它等于什么？at any time when，你看到了，这里的 when 是时，呃，关系副词代替的是引导的是前面的什么时间？where。 也是一样，关系副词，那它的先行词当然是地点了，place。那么要特别注意一下，我们不管是关系代名词所形成的复合关系词，哦，就是呢，刚才提到了 who 啦，whom 呢，which，what，加上 ever，或者是在这里的 when，where 加上 ever，你都发现它跟一个字有关系，叫做 any，有没有？任何怎么样？哦，翻成中文。 不论哪一个，不论在哪里，不论什么时候，有没有？对了，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 ever，它代表了这个，哦，它含有一个这个 any 的含义在里面，请同学要特别小心。那么这个字的拼法，请同学注意哦 Where is，w h e r e 是 w h e r e，那么呢 ever 是 e v e r，刚好一重复了，所以记得只要写一遍就好了。Wherever，wherever wherever 就在这里啊。哦 来看一下它的例句，首先看第一句，他设法帮助需要帮助的任何一个人。好，他设法帮助，在这里呢，这句话我们来描述过去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用过去式来表达。好，过去式来写下来哦。他设法，he tried，he tried，哦 he tried.，oh, 那当然啦。 叙述,述过去用过去式。你如果指的是一般的常态，他都有这样子的习惯，用现在式来表达也是可以的啊。Oh, he tried 设法去帮助人家，想办法做什么事情。Tried 后面用不定式的 to help。他设法帮助，来把这句话的主要子句找出来。他设法帮助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人，他指的是人哦。所以记得是。 Anyone 连在一起的，Anyone，那么中间呢？这是什么样的？任何一个人，这里有一个的，对不对？有一个形容词短句，所以 He tried to help anyone。Anyone，那后面用 that，用 who 其实都可以的。需要怎么样帮助？需要是动词。 动词前面用什么格？主格。先行词是人，主格。冠带用什么？主格冠带，我们用 who，用 that 都可以。好，在这里我们就写一个 that 好了。好，anyone that 这个怎么样？需要 need。好，在这里呢，我们用一个片语好了。处在什么样的状况当中？我们叫做 be need 啊，in need of 什么东西？in need of。 in 指的是在这样的状况当中，在需要的状况当中叫做 in need，所以是 anyone that is 哎，抱歉，老师用了过去式来表达哈，前面 tried，所以是 that was in need，在这样的需要当中，什么样的需要？of help。好，整句话呢，它的呢修饰子句出来了。 那在这里呢，处于什么样的需要当中？In need of 这个片语，同学要特别注意一下哦。Oh, 那你可以知道呢，这里看到一个 anyone that，哦，他设法帮助需要帮助的任何一个人，也就是呢，他设法帮助任何一个需要，不论是谁。 不论是谁，只要需要帮忙的，他就会去帮忙。所以在这里呢，有一个重点出来了。我们来看一下，把它画起来。Anyone that 可以等于什么？是指人哦，所以是 who。记得动词前面主格关带，主格关带，所以是 whoever。Whoever was in need of help。 任何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啊，oh, 这个句子已经出来了。当然了，习惯之后直接把 whoever 套进去用就可以了。再来看一下第二个例句，自行取用任何你想要的东西。我们到呢欧式自助餐厅去哦，就是那种 buffet 欧式自助餐厅去。它常常在五星级饭店里面会有一个这样子的牌子，用英文写着 help yourself，help yourself 什么意思啊？ 自行取用，字面上的意思是帮助你自己。不过呢，它是自行取用的意思，自行取用什么这样子的东西？什么样的东西？任何诶，这里我们把任何跟东西加在一起，这里有个主词动词子句在这里有没有？主词动词再来一个的，那就是呢一个子句修饰语子句的用法哈。所以呢，自行取用任何东西叫做 help yourself。 哎，你说，老师，yourself，为什么用这样的反身代名词？不要忘了，help，它是原形动词放句首的起始句。起始句省略掉的是主词为第二人称啊、哦，所以呢，自行取用是对于怎么样？看到牌子的人，你自己去拿吧。You help yourself，那么呢，我们把 you 省略，变成 help yourself to 任何东西。 任何一个东西就可以了，所以记得我们刚才讲到 anyone 连在一起的是指人，分开的是指这个 one 代替的是单数名词，有没有？代替的是单数名词物品。好，那么后面呢？我们关的还是用 that that you 什么？你想要的 that you want。 好，这句话出来了。Help yourself to any one that you want，任何一个你想要的东西。但是在这里的 any one that 又可以等于什么？它是指物品哦，任何一个哦，所以是 whichever whichever Which you want，不管要哪一个啊，任何你想要的都可以拿走。 Whichever you want。好，再来看一下第三句。今天我请客。好，我们提到了今天我请客是请谁呢？当然请什么？请你啊。或者呢，你没有讲对象，我请客。请客这个动词呢，用什么？Treat，t r e a t。E、Treat 这个字本意是招待的意思。我招待你，那就是我请你了、哦。好，今天我请客哦。I'll Treat, I'll treat today. 今天我请客，就是这样讲。I'll treat today. 来看一下这个句子呢，我们应该怎么表达？你可以点点什么菜呢？用 order 到餐厅用餐要点菜叫做 order，对不对？哎，waiter 告诉你，我可以点菜，我可以帮你点菜了吗？怎么说？May I take your order now? 动词用 take。 May I take your order now？或者你自己叫 waiter 过来，告诉他，哎、欸，我想要点菜。I would like to order now. I would like to order now. Order 点菜啊，oh, 所以你可以点任何的菜。你可以点任何的菜。什么样的菜？你喜欢的有没有？主词，动词，来看一下应该怎么样做这一个题目呢？I'll treat. today you can, you can order 任何菜,我們就是說任何的東西,任何你想要的都可以,you can order anything 還是一樣,我們就把它that寫下來好了,you can order anything that怎麼樣?that你喜歡的叫做that you Like 有没有看到这里呢？出现了一个什么子句来修饰前面的 anything 啊？来修饰前面的 anything。好，要特别注意一下啊。好，这里呢，老师想起来了哈、啊。讲义上我们有写 you，我刚好有讲过，如果写 you 的话也是可以的。今天我请客，我请客。那么在这里请讲的请客，如果是对方只有一个，那就是你啦。如果请很多人，当然是你们啦。当然，我们也可以讲 I'll treat。 I'll treat, I'll treat you today 也是可以的啊、哦。好，回过头来看这里，I'll treat you today. You can order anything that you like. 你可以点任何。先看这里哦，你可以点任何还没放完，任何你喜欢的。在这里，我们既然讲点，那当然是了。我们中文呢比较怎么样？比较顺的说法不是点东西，而是点菜。哦，吃饭的时候呢？ 点菜，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才会呢把它翻译成菜。那很多同学看到菜就开始写了什么 vegetables。很多同学喜欢呢怎么样？哎，中英对照，记得哈、哦。有时候你用中英对照，你写错的英文会很蹩脚，好、哦，外国人会看不懂。你说老师，我写的英文字，外国人怎么会看得看看不懂呢？当然会看不懂啦，因为你按照中文直接去翻译，他不晓得你的逻辑思考，他反而会问你 what、啊、你在说什么？ 你在说什么哦？Oh, 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你可以点任何东西，什么样的任任何东西呢？That you like，你喜欢的任何东西。那既然是让你点的，就翻译成你可以点你喜欢的任何菜都可以。好，那么在这里看到了，anything that。 任何一样东西，我们讲东西的话，什么东西没有限定范围的，是用什么？用 what。所以在这里，我们可又可以用所谓的 whatever，whatever，无论什么都可以的意思。无论什么都可以，you can order whatever you like。无论什么你都可以点啊、oh,，whatever you like。 所以 whatever 这个字呢，我们常常会讲呢。哎，你想要吃什么东西呀、啊？我去帮你买。Whatever，whatever，whatever, 什么都可以。Whatever，只要能够吃的，管它是什么，地上走的，天上飞的，我通通都可以。Whatever，常常在讲话的时候呢，whatever。哎，你想要跟谁约会啊？我帮你安排。Whoever，管他哪一个，管他哪一个，你就帮他安排。 一个就好了，我不限定对象，whoever。所以这样子的复合关系词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用的哈。它代替的是一个怎么样，any 怎么样的意思在里面。那么 any 你知道了，它代替的是任何怎么样。所以呢，请同学试着去了解这样子复合关系词的用法，ever 任何一个，嗯、呃，自行取用任何你想要的东西。然后呢，你随便，请你自己呢，哎，随自己的心意，随自己的意思去点。 你所喜欢的菜，或者是呢，我们刚才讲的，他设法帮助每一个、任何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有一个任何怎么样的，再配上一个关系词的用法呢？其实，whoever，whatever，whichever，whomever，这样子的什么连接词的用法就会出现了。要特别注意一下它的含义。那么，另外呢，它即使是一个单字都很好用，即使是一个单字都很好用，whatever。 Whatever，什么都可以；Whoever，谁都没关系，哦，谁都没有关系。或者是我们刚才有讲到一个，呃，whenever 或者 wherever。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 whenever 跟 wherever 有没有一些例句的用法。接下来继续往下面看。